给，刚充二百块钱，真客气，你充啥话费？一会儿给你啊。按照道上的规矩，是不是要先验验货呀？给我拿个梨。我跟你说，这货我们一点都没动啊！哎呀！他投降了！大哥，跟我一点关系没有，都是他们几个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大哥，这一点小意思啊！来来，红包收下啊！什么意思？封口费吗？怎么的？要不您把这都留下呀？这个东西我们这儿有的是。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哥几个太讲究了，我这非常感动，真的啊！以后咱们这是都当兄弟住，行不行？你要收我们入伙吗？你这么说吧，就是说是按年纪说，我是比你们都大点，你们以后就管我叫老大。大哥，你这都是兄弟，都是兄弟啊！我们就先不入伙了，反正又帮不上什么忙。你们帮我大忙了，知道不？你就这俩包裹吧，对我来说倒不重要。一个是给我儿子买的小手枪，还有一个是从家里晒的盐。但这手机太重要了。你哎，没有别人往这里打电话吧？有个女的。哎，10086的，催一下，你该交电话费了。没事，这好几天没交了。好，既然浩哥的一片心意。那这个钱，你们还在这干啥呢？外边打起来了，俩女。